因为现在疫情的关系，所以大家都没有办法骑车。然后我看线上很多人有在买那个训练台，所以我去买一个便宜的训练台。这个是它放前面的卡轮子的那个凹槽的，固定前面那个轮子的。然后我买的训练台是这个牌子的，Exchange 应该吧，什么编号叫什么 JD-131 的 JD-131 是没有很贵啦，这台大概铝合金的嘛，看一下五段练习材大概4200块左右。等一下我就来拆它，然后看它里面组起来再来骑骑看，看到底怎么样。好，我现在要开始开箱了。开箱这个训练台，哦，还蛮重的，应该有15公斤吧，感觉上。看一下哦，哇，都是英文的，哼，看不太懂，等下再研究，先把它拿出来。哦，它给工具，里面有工具。看一下哦，我有一个快拆的轴啊，要架它的，跟挂那个线，等一下那个变速器的线的线轴的。好大台哦，超乎想象中的大台。哎，这怎么挂？研究一下。它绑死了。怪什么？感觉上有点受潮是吗？我看到两个颜色，黑色跟银色。然后我是买银色，哎，看价起来是什么样子，价起来是这样子，大概就是这样啦，组装打开来之后大概就是这样，就是一个架子，然后有调那个段数的呢，
给变断了。到时候我把车子架上去再看看，再来试骑看看看顺不顺。目前大概是这样，开箱就是这样。晚一点我再把车子架好。接下来就是要把它原本给的这个，原本会有一个嘛，要换上它给的这个快拆的，换这个轴。换上去，这里因为等一下要用咬住的时候要靠它这个咬，所以它走快再走要换钩。大概咬住就好了。然后就是把它架在练习台的。要调一下位置，练习台，应该是这样吧？是吗？看一下，口条。这样扣住，然后看一下哦，扣住开始推，咬紧。该知道怎么做了。进来。哇，第一次弄手忙脚乱。要怎样靠住？啊，对，很准。
哎、欸，不对啊，啊，快插锁紧。快拆没有锁紧，等一下，再调一下。再来上一次练习台，第一次上这个东西有点手忙脚乱的，像没想象中那么简单呢。看一下，对到了。抓不太到它的间距，哦哟，可以了，哦，可以了，哦，可以了，再把它固定住。还可以，好，成功了，成功了，好了，完成了，固定好了，这两边，这边有没有？然后换上它的快拆的，银色这只，原本呢，我们自己的快拆在这里。先放着，然后凝阻器这个就可以动了，然后变速器我只能装在这里，因为我这个装不下，它是扁长的，它要圆形的才能装，然后前面的固定，所以整台车看起来就会这样。好了，底下就可以试骑了，骑了感想我到时候再拍，感觉怎么样再讲。4000块的嘛，不要要求太多，能骑就好了。好，今天先这样，谢谢观赏。一买就买到机王，他这个变速器，我刚才仔细看，他这个已经崩掉了。前面你看啊，往下压的时候，等一下我找个位置，看它这已经断掉了，都开口了没有？太夸张了，这瑕疵品哎，等一下去找老板退。刚刚买那个训练台。因为有问题，它那个调节它那个转速的那个阻尼的那个线轴啊，它那个塑胶直接断掉了，所以我就拿回来给老板。那老板说他们也没有现货，明天再调货给我，所以我今天又骑不到训练台了，真是倒霉，明天还要上班呢。好，今天就先到这里了，蛮倒霉的，买第一次买训练台都后面买到坏掉了。好，拜拜。